屏东县推动的好赞认证计划迈入第六年，从产业发展、社福医疗、景观营造、社区治安、人文教育、社区环保等六大面向，希望打造县内各社区的新亮点。今年共有66个社区发展协会获得好赞认证，政府责无旁贷要来辅导，让我们的农村的生命力、我们渔村的创造力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共生共存，在既得我们的社区生活以外，维持我们社区的生态，也发展我们社区的产业。拥有丰富文化跟自然生态资源的太武万安社区，近年推动部落生态轻旅行，同时投入复兴宋琴才传统文化，集结部落青年参与古窑传承，把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，同时落实在地照顾服务。社区三年内集满6项认证，获得奖励金70,000元。每一次，我们政府单位、中央他们推行的计划，针对这些计划，把我们的梦想放在这个计划里面，然后去推动它。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是说，让部落有一个就业的一个机制，然后让我们部落的长者还有学青有一个学习的一个空间，然后长者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。屏东每个社区都有各自特色跟故事，透过政府部门的鼓励，让更多社区居民一同参与公共事务，让自己的社区越来越赞。部落的族人看到我们有拿好赞认证之后呢，都觉得说，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鼓励哈，大家也在社区也是发挥我们的这个团队的精神。所以大家也对自己部落的一个荣耀也非常的愿意付出。这个哦，是给基层的社区很好的鼓励的动作啦。因为只要你肯为社区付出，肯经营社区的话，都不会寂寞。除了社区好赞认证，基优辅导社区、基优合作社跟县内第八届国家环境教育奖等101个单位也受到表扬，呈现社区居民持续努力的成果，让社区朝向永续发展。原视新闻歌舍屏东市采访报道。